上个星期代理下单，四样产品共17箱。我只有三天的时间，就马上开工。代理在外做销售，面对很多挑战和压力，我们都尽量准备足够货源给他们。客户不会关心你卖什么，而只会关心自己要什么。没有最好的产品，只有最合适的产品。代理销售很多产品，我们只是他们其中一个供应商。希望他们业务越做越好，顺顺利利。好啦，我的分享到这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